时候我只有十八岁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当个好兵。一转眼，二十年过去了。如果战端一开，敌无分南北，也无分老幼，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志，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精神。太狠不能潦草，红尘逍遥少，一生死无愧，证明谁重要。战端已经烧到了北平的卢沟桥，如果说卢沟桥也可以任人压迫强占，那么我们的南京也就不难成为今天的北平。如果战端一开，敌无分南北，无分老幼，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志。这缘分像一道桥，金线飘呀飘的想走，就请立马走到爱的分晓。太狠不能潦草，红尘逍遥少。这是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十一师在石牌保卫战中一张著名照片，照片中指天为誓的人就是十一师师长，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，骁勇善战，有勇有谋。毕业后他不显山不露水，升迁速度并不快，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他才担任十一师66团团长。30岁他率66团奔赴淞沪会战前线浴血奋战，全团损失惨重，却誓死不退，反复重杀。战后他升任第67师119旅旅长。31岁他率119旅挺进苏南进行游击战斗，重创敌寇。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子会战，打得日寇抱头鼠窜，他逐渐声名鹊起，善战之名全军皆闻。35岁他担任十一师师长，成为陈诚土木系悍将。36岁他参加了著名的石牌保卫战，石牌位于西陵峡南岸，地势险要，距离宜昌城仅25公里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1943年5月，宜昌失陷，石牌成为重庆第一道门户。一旦石牌失守，日寇可逆江而上，直扑三峡，威胁巴蜀重庆。为夺取石牌，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彭山勇亲率第33、39师团等三个师团猛扑石牌，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亲自指挥第29师、26、33集团军、86军、32军、18军、18师、11师围绕石牌构建3条防线。十一师的任务就是扼守石牌左翼要塞核心，坚决打退日寇的正面猛攻。他决定死守石牌，哪怕十一师全军覆没，也不后退一步。战斗爆发前，他写了5封绝命家书。他对妻子说：“朱子长大成人，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，为国尽忠为义，人生百年终有一死。”死得其所，正义欢乐。他对父亲说：“孤军奋斗，前途莫测。然成功成人之外，当无他途。”5封家书其实就是6个字：不成功便成人。5月27日，他亲率师部在凤凰山巅举行誓师大会。他手指苍天，宣读誓词：“身为军人，死为军魂。金贼来犯，绝与痛歼，历尽以身殉之。”5月28日，侵华日军第3师团向第11师第一道防线南陵坡阵地发起猛攻，11师全体将士视死如归，顽强抵抗。战斗最激烈时，他动员将士死守阵地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5月30日，11师损失大半，依旧不溃，与日寇展开长达3个小时的白刃战。这是整个二战期间规模最大、战况最激烈的白刃战。11师将士用血肉之躯铸就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悍不畏死的十一师作战之顽强，血战之勇猛，死战之坚决，令日寇胆寒，无计可施的日寇被迫下令撤军。此役中国军队大败日寇，歼敌25000余人，力保石牌正面阵地不失的十一师居功至伟。此战之后他名震天下，日寇对他闻风丧胆，又敬又惧，而他就是歼敌无数令敌胆寒的抗日名。还是他们本就心怀不太好。